本女生流行这样吃火锅。Hello， 我是小美。日本全网最可爱的高汤小熊温泉锅，可爱到不忍心下口，预约苦等了两周，终于来打卡了。今天一起看看到底怎么样吧。来的几乎都是可爱的女生哦，还有可爱的熊熊陪你一起吃火锅。不同颜色有不同口味的汤底和功效，选择了最人气的北海道小熊锅。这里有小料台，能自由选择。来一份芝麻酱和醋汁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头顶毛巾的小熊也太可爱了吧 ！QQ 弹弹的，真的像在泡澡一样。小熊是胶原蛋白和蔬菜纤维做成的，随着加热会慢慢融化成高汤，很滋补的样子。蔬菜先放进去，再来刷一下来自北海道的肉肉。这个肉汁看着就很新鲜，赶紧尝一下味道如何吧。哇，肉质超级软嫩，隔壁同桌点的长寿锅看着也不错的样子。一人一锅，健康美味，好吃到停不下来，真的是颜值与实力并存。最后再来一份小饺子，把浓汤的精华一起吸干，吃饱喝足。一楼还有他家的小熊甜品刨冰，看着也不错哦。这样的小熊温泉锅，你们觉着怎么样呢？